很多人问我，我的皮肤是如何保养的？我自己意识出来，我跟别人最大的不一样，可能是我洗脸的这个步骤。首先，我需要两个工具，蜂蜜，另外需要的是水。先把一些蜂蜜蒸到水里面去，水记得千万不能是热的，蜂蜜遇到热水是会被破坏掉的。你的皮肤遇到热的水，毛孔会打开，所以千万不要用热水。然后你所需要的只是一张这样子的小巾巾，不是纸巾哦，把它浸到水里面，拧干。然后简单的爆炸了，只是闻一闻超级香，就是这样子擦了。有什么好处呢？我觉得它有磨砂的作用。其实我用过好多不同的一些方法，比方说洗面乳啊、洗面泡沫啊、一些会颤抖的那些机器，各种各样都用过。可是可能是因为比较多的不同的一些化学成分，经常都觉得非常的过敏，所以后来我自己就蜂蜜加水，两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成分，可是又非常有用。蜂蜜有好多好多的好处，我在文字里面给大家解释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